台湾人气专门店鲜芋仙近日推出夏季限定盛夏芒果系列，以时令当造的新鲜芒果为客人带来五款全新的产品。最推介的一定是超级芒果冰，以入口即溶的牛奶沙冰为底，配上绵密的芒果酱和分量十足的新鲜芒果，淡淡都香甜多汁，加上雪糕更加冰爽，和朋友 share 就最啱的了。如果想一个人自私食，就可以揀迷你芒果白肉冰，同样有诱惑的牛奶冰，浓郁的芒果酱和新鲜芒果肉，再配上 Q 弹的白肉汤圆和雪糕，这么多款食材加上真的很满足的。另外还有三杯芒果特饮，全部都消暑又解渴。这一款最啱香港人口味的了，将经典芒果豆腐花化为饮品，用香醇的椰奶配搭龙条的芒果酱和新鲜芒果，加上豆花和西米，口感特别丰富，味道够经典。最后如果想更加有咬口，一于试埋芒果紫米椰奶西米露啦，除了有西米还有紫米，夏日炎炎，经过铺头千祈不要错过啦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